打一下世界 BOSS。刚刚世界王打完之后，我捡到的就是这个焦黑的股骨啊，硬盘五分钟在这里。不要，我已经摆脱他了。好，打完了哈，打完了这个就会有卓越之血，看到没有？这边它就会在三个宝箱里面会出现卓越之血。来，我们地图打开哈，晦暗之境这边啊，晦暗之境有没有？奇欧瓦夏往右边移动，然后这边有一个门的记号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好，看到地图上面有一个洞口，就是这里，这边进去就可以召唤奇尔。好，在这边染血祭坛啊，这边直接丢上这个卓越之血，一共九个卓越之血，累积九个就可以召唤他一次。奇尔哥来了，哦，亮你的细皮，要闪忘了闪啊。那所以当你如果说没有把握自己可以去挑战的时候，多组一些朋友一起去。